来，还有多少人认为狗叫声是汪汪？举手给我看。你去找哪只狗是汪汪汪这样叫的？你不用养狗了，你以后养我，把我养大。那我们呢？要学会的第一个音节是什么呢？发音的时候要用你的喉咙深处去发，不要用前面，不要发出呜，用后面。找那个感觉，就是有种喉咙卡痰的声音。接下来我们要学第二个音节呢，是这个，怎么读？翘起你们的舌头。永远用你的喉咙深处去模仿狗叫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记住一个口诀啊，一呜一汪，再一呜四汪，先来一声呜，再来一声汪，再来一声呜，再来四声汪。来，现在到你们。对了，没错，这就是狗叫的正确方式啊！回家多多练习啊！今天作业呢，就是回家表演给自己的长辈们看。